今天第一次看到他的速度来到130公里以上。这球打高了，距离够不够？有点趋前，现在要后退去追球，哇，不好追。汤家豪背对的追球，没办法接到这个球。击球跑垒也上到二垒，三垒上这一分回来当然不成问题。游击方向考验一下游击手，刘嘉庆，哦，有一点踩滑，其实处理也没有太大瑕疵。嗯，把处理起来哦。那在传球的时间，为了哇，打严国庆今天第三支安打猛打赏，第三局他那支安打是内野安打，第一局。